自回歸以來，除了功能組別，其實有幾個組別已經很明顯就反對派控制曬嘅，包括法律、會計、社工、醫療，甚至而家最近嘅科技界，但係冇人有警覺性嘅喎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今次嗰個功能組別，好似工程界、勞工界已經騰騰騰啦。其實而家危機嘅咧，包括飲食界咧、文化體育界咧，同埋進出口界，包括阿大將黃定光嗰個界別都危危。另外，直選長期保持六四狀態，唔係建制派六喎，係反對派六喎。咁點解中聯辦建制派唔去諗下呢啲咧？係因為太過老定，有阿爺照。咁呢個係咩咧？愛佢變成害佢。如果建制派仍然可以控制到大局，同埋政府穩定局勢咧，送大家毛澤東主席講句説話：二將正勇追窮寇，不可沽名學霸王。呢句説話係毛澤東喺1949年3月喺南京講嘅。佢仲有一句講咗：敵人係唔會自動消失嘅。如果你仲係心慈手軟嘅話咧，我覺得你哋今日唔輸將來，亦都俾人再卷土重來。你睇人哋反對派嘅手法係窮追猛打、趕盡殺絕，但你哋自己咧20多年處於被動養尊處優，呢、這個完全唔係辦法嘅。就算中聯辦有鐵票，你都要自己鞏固自己嘅實力，唔使而家到到呢個局面騰騰震大家度。另外，我都奉勸反對派：得些好意須回首，唔好一直以為常勝將軍就沾沾自喜。終於有日陰溝翻時，仲有一樣提醒反對派，釘書件就係你哋嘅好現實例子。如果你冇利用價值，你哋輸曬嘅話咧，我覺得你哋會係另外一個釘書件，成一個被放棄的棋子。希望呢句説話能夠提醒你哋。星期五有拉布第16次，但係有個好處，我見到個個著得企企理理，而家都個個識攞本議事規則出嚟拗啦。咁雖然都係個拗字，但係爭好遠啦。起碼一樣嘢唔會好似以前咁亂咁嚟。將來立法會回復翻一個莊嚴肅穆嘅形象，就靠你哋啦。聽到你哋建制派出嚟講，李慧瓊又話第16次開會都流會，但係根據75咧，理論上同埋前任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嘅解釋係，如果選唔到內委會主席李慧瓊可以繼續，但係你就話佢哋又攞咗個法律意見就唔係唔得，咁你又唔同意呢個法律意見？你再攞都冇用㗎，其實好簡單，咪根據議事規則第92條，主席當呢個議事規則未有講清楚嘅時候，就增加一個議事規則，就係話當未有選到主席嘅時候，原主席可以繼續進行，咁咪簡單得婆婆媽媽。所以話你哋做嘢拖泥帶水，弱就真係弱，我都唔知點幫你哋。你哋係咪唔敢叫立法會主席去行使92呢？你梁美芬又係律師，容海恩又係大律師，謝偉俊又係律師。你哋建制派法律界人士都唔少啦，法庭系唔会干预你哋嘅议事规则嘅嘢噶嘛，除非佢违反基本法、违宪法嘅啫。